清炒包心菜未免有些清淡，加点最爱的海鲜酱，清爽之余还更加入味鲜嫩。酱爆包心菜的做法步骤：一、手撕的包心菜更美味哦。二、撕好的包菜入油锅翻炒。三、倒入一勺海鲜酱，一小勺生抽。四、继续翻炒至包菜着色。五、根据个人口味可再放些调料，差不多就可以出锅类。六、完成。我家莹很喜欢呢，小窍门，包菜最好手撕，道理我不知道，只知道那样比较可口，过程中不要放水，不然吃起来口感就不那么爽脆了。